大家好，我是 Lisa。在我开始我的这个事业说明会之前，可以让我知道一下我的声音啊，大家都能听得清楚吗？看得到图片和听得到声音吗？OK，好，谢谢哦。我是 Lisa 我现在是位于美国的洛杉矶。我们现在洛杉矶的时间已经是晚上的10点哦。那我看到荧幕上面有很多朋友哦，来自于全球。我们有朋友来自于亚洲很多的国家在香港，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还有来自于我们中国大陆的朋友啊，有北京的，有上海的，还有苏州的，还有我们北美洲的朋友，真的非常开心啊，在线上可以跟大家见面。我呢，在3年半以前，在我还没有开始之前，我稍微简短一下介绍我自己。我大概3年半以前接触到美商结识，我原来是马来西亚华侨但是居住在洛杉矶呢，已经将近29年的时间哦。那我过去呢，20年来到至今，我都有做我商业房地产的投资。那我在3年多以前呢，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哦，一个朋友介绍了美商结识给我。当时呢，因为我本身非常注重自己的健康和我家人的健康，我也很爱漂亮，我非常注重保养，所以我一直在寻找好的保养保健品。所以呢，我朋友在3年半以前，当他介绍美商结识给我的时候呢，我当时呢非常的兴奋，因为我看到的他的生物科技，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高端的产品，所以我当时呢毫不犹豫的加入哦。但是我当时只是想要作为一个消费者哦，产品的使用者，所以呢，因为我的生意非常的繁忙，所以呢，我认为我没有时间去经营这个生意。但是呢，我非常的幸运哦，在我加入不久的时候，我见到我们的系统创办人刚才又在我事业说明会开始之前，大家看到的影片哦，他就是我们非常伟大的我们的 USGS 的这个系统的创办人 Kim Hui 他我看到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这么成功的领袖，这么有爱心他在做这个美商结识呢，决定出发做美商结识，是为了想帮助身边更多还没有成功的朋友以他过去这个20年来在电子商务这个行业的成功，他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改变他们的生活同时呢，他的财富呢，他拥有很多的财富，他也在全世界做很多的这个慈善的这个事业，所以呢，我看到一个激励我让我看到一个我非常佩服一个非常成功有爱心的这个领袖呢。我因为自己本身幸运在我的商业房地产取得成功，所以呢，我也想去帮助我身边还有很多在寻找他们的梦想在还没有成功的朋友，所以呢，我当时呢决定在追随我们这个伟大的领袖，所以我3年半呢，决定好好的学习，跟随他去帮助我身边更多的朋友。没有想到，经过这个短短3年半的时间，我的生意呢拓展超过20多个国家。所以呢，在这个结识这个3年半的这个历程当中呢，我认识到很多朋友来自于全世界，而且能够带我到世界各地哦。如果没有，因为美商结识我不可能去的地方，而且我觉得在结识里面最重要的，实现我人生的这个价值，因为呢能够去帮助到很多人改变他们的生活，所以呢今天呢非常的荣幸在这，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杰斯的看见哦。那如果今天我相信每一个人，如果你有选择的话，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掌握自己的未来，所以呢 US 这个全球的这个创富系统呢，又可以带给你们每一个人怎么样的一个机会呢？OK。首先当我还没有介绍美商结识之前我相信在一个传统的这个环境的一个创业，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就是传统的生意去当老板。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在创业的时候呢，当你有选择，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天能够当老板。但是呢，在当老板很多的人呢都没有
一个成功的一个方法，都没有一个系统。所以呢，过去的这个传统的行业，大家都是在用一种摸索的方式去当老板。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得到一个能够有一个系统能够帮助你的话，那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就是这个加盟的这个开店哦。所以传统的行业就是这两种的方式，但是大家知道通过一个这个加盟的这个开店的这个方式呢，你必须要投入大笔的这个金钱哦，就好比方说大家所熟悉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加盟店哦，就是像我们知道的麦当劳啦，还有这个星巴克，还有一些连锁的这个酒店哦，就像假日旅馆这种 Holiday Inn 啊 ，Hilton 啊，这种加盟的这种生意呢，需要庞大的这个资金，像麦当劳，我相信要超过100多万的美金，你才能够买到它的这个加盟的这个代理哦。所以不管是摸索当老板，或者是这个加盟店的开老板，都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风险，而且要需要这个很大的这个资金。但是呢，它并没有办法能够保证你一定取得到成功。那为什么呢？在这个传统的这个行业当中呢，在这个统计啊，在3年到5年之内，90%的这个传统的行业都面临失败呢？那是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原因啊，其中的成功的这个创业呢，因为必须要具备两个关键哦，就是你要掌握一个时机的平台跟一个完善的这个系统。那为什么当今我们说这个美商杰斯呢，它是当今最时机的平台呢？因为呢，它就掌握了刚才这个成功的两个关键哦。那我待会会跟大家详细的讲解。那为什么美商杰斯在这个短短的5年当中，它能够取到一个非常傲人的这个记录啊，在全球引爆呢？那是因为呢，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的这个趋势啊。我当初接触到美商杰斯的时候呢，我就是受到它这个抗衰老的这个生物科技这个产品的吸引啊。那如果你能够去想象，有一个产品啊，公司的产品能够让很多人既能够得到健康，又能够延缓衰老，能够让你活得健康啊，又年轻。我相信这个是所有很多人想追求的梦想啊。也就是因为有这个市场的需求呢，这么好的这个商机平台跟产品呢，它同时呢又可以给你得到这个财富经济上的自由。我相信这两大块啊，一定是每一个人所梦寐以求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美商杰斯呢成功的这个理由。那如果你要讲到一个商机、一个生意、一个公司哦，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公司的这个创办人哦。我们选择一家公司，在我们还没有投入我们的时间跟我们的精力之前呢，我们在选择，很多时候我们都常常听到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选对公司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所有的投进去的这个心血才不会白费哦。那现在大家荧幕上面所看到的这个 Randy Ray 跟 Wendy Lu，他们是一对夫妻，他们是犹太人，大家都知道犹太人是非常聪明的。他们在过去呢，在还没有创立美商杰斯的时候呢，他们是一个电脑的这个网络的专家，他们拥有超过20年的这个网络系统这个通路的经验啊，专业的这个经验。所以呢，美商杰斯呢，自2009年。9月9号啊，成立以来已经拓展超过115个国家跟区域了，而且呢，它提供给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意平台呢？它是一个交互式的一个网购哦。什么是交互式的这个网购呢？就是你可以既成为它的消费者哦，当你使用这个产品使用的非常好的时候呢，它同时呢可以让你转换为一个经营者的一个全球的这个创业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要成功呢，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通路啊，找到一个成功的人。只要你跟着成功的人走呢，你成功的几率就很大。那杰斯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优势呢，
它有两个优势啊，第一个就是它有这个领先超前这个世界这个科技的5到10年的这个生物科技的这个产品，它这产品呢非常的独特，你并没有办法在别的地方啊，譬如说在传统的这个商店或百货公司里面所能购买到的产品。所以呢，当你要有一个市场的这个商机哦，因为大家当我们提到这个保养品、保健品，我相信每一个朋友他们的反应都是说哦，这种保养品、保健品都实在太多了。但是我为什么当初看好美商洁斯呢？就是因为它产品的独特哦，因为必须要有产品的独特呢，才能够吸引到很多的消费者，同时呢。拥有，如果他提供给你一个全球这个通路的一个平台啊，透过这个互联网，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的生活呢已经不能离开这个互联网，互联网已经改变我们的生活了。所以呢，大家所熟悉的这个 Microsoft 这个比尔盖茨 Bill Gates 啊，他曾经讲过，未来谁掌握这个全球的最大的通路，谁将会掌握这个全球的这个财富。所以美商杰斯呢，提供给你115个国家的这个全球的通路平台。那我讲到，既然介绍的我们公司有这么强啊，非常一个强的一个背景啊，那我们的医疗团队呢，到底我们这个独特的产品背后的医疗团队呢，到底是哪一些哦医生啊？首先我所要介绍的这个 Dr. Nathan Newman 呢，他就是在美国的比佛利山庄，他在美国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这个在研究这个成人干细胞这块领域啊，他是领先全球的一个先驱者啊，他在同时呢，在比佛利山庄呢，他拥有他个人的这个医疗诊所如果大家对他感兴趣的话，在荧幕下面大家看到哦，都是美国非常知名的这个电视节目哦，就是我们的第七播道，像 ABC 还有这个 ET 这个 Entertainment Tonight 这个节目都是美国非常知名的，而且呢，他常常会上这些电视节目，受到他访问啊，他在这个成人干细胞技术，他的医学的这个突破啊，同时他在美国的许多的这个全球知名的杂志上面常常访问他，所以呢，他是我们的产品的研发人之一。哦，那第二个医生呢，他就是美国非常知名的抗衰老之父哦。他为什么会是一个抗衰老之父呢？因为他是美国抗衰老学会的这个学院的创办人，同时呢，他拥有这个抗衰老这个执照的第一任第一个人，然后同时呢。就是这个内外科这个医生执照、抗衰老的执照的拥有人同时呢，他是美国太空总署这个 NASA 的这个医学顾问，而且我们非常的荣幸啊，这个 Dr. Vincent John Papa 呢，他今年被提名为这个2014年这个诺贝尔的医学奖，所以我们非常荣幸啊，能够跟这么有权威这个非常成功的这个医学有这么样的医学背景的这个医生合作。那美商洁斯到底它的产品的独特，它独特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呢，它所有的产品都离不开这个细胞优化这个系统哦，现在的我相信在保养保健这一块哦，我们医学大家看到这个技术方面、电脑方面的这个突破啊，像我们用的电脑啦、用的手机哦，已经是天天都在，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新突破啊，都有新的产品出来。那更何况在这个医学的这个领域呢，实际上也有很大的突破。所以当我们在做保养的时候，已经不再是过去30-40年前。的这个营养补充品，实际上我们现在呢已经属于一种营养过剩的这个时期，再加上呢我们环境的污染哦，所以现在我们当我们要注重保养保健呢，我们应该是要注重到这种细胞的一种修复，还有这个排毒哦。所以呢，美商洁斯的这个产品，它能够帮助我们促进再生，它能够延缓老化，而且能够促进这个能量的这个平衡。那在促进再生呢，
它有一系列的这个外在哦，从外到内所使用的这个护肤产品哦，这个 Luminous 这个产品呢，就是刚才我介绍的这个 Dr. Nathan Newman 呢，他所研发的产品。所以呢，他产品是利用这个成人干细胞的技术所研发哦，但是产品里面不含干细胞哦，它拥有这个从干细胞所研发出来的这个生长因子，它能够帮助到我们再生这个胶原蛋白跟这个弹力蛋白，所以呢，使到很多人呢在使用这个产品哦，看到他们的外表哦，比实际上原来在使用之前年轻了10岁。所以呢，现在我要跟大家啊介绍几组的这个照片啊，都是使用了这个拥有248个生长因子的这个精华露所使用之前跟使用之后的这个见证啊。现在大荧幕上面看到的呢，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当我们产品刚刚要问世的时候呢，最早使用这个精华露的这位女士啊，她已经是超过60岁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左手边她还没有使用产品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她眼睛周围的这个皮肤啊，已经有很多的皱纹，而且皮肤非常的薄。在右手边的照片呢，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她的皮肤变得非常的饱满，而且皱纹啊已经大大的减少。所以呢，我们在美商其实常常会告诉很多的朋友啊，在你使用我们的产品啊，在护肤产品这个 Luminous 这个产品之前呢，最好你先给自己拍一张照片啊，因为照片最能够说话。所以呢，当你使用我们的产品啊，这个 Luminous 这个产品一段时间了以后呢，你再拍一张照片哦，你就会看到你很明显的这个改善哦，这个皮肤的这个改变，而且让你看起来更皮肤更紧实，它有一个提拉的这个效果。那接着下来呢，这张照片呢是我们最早的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创始会员之一哦，他当时呢已经是差不多接近60岁了，他今年已经那时候已经超过60岁，已经是62岁的维尼啊，他来自印尼的这个已经是也居住在美国的一个经销商，所以他当时呢年纪是最长的一位我们最早的这个创始会员，所以他牺牲，他非常的勇敢，他牺牲他半张脸哦，因为他说我使用在我的半张脸，我想看看到底这个产品可以带给我什么样的这个改变。所以呢，你看到在他左手边的这个荧幕上面呢，就是威尼的一个医生啊，一个皮肤科的这个医学博士呢，当时威尼使用的这个产品半边脸的达到10周的时候呢，他自己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这个改变啊。所以大家可以稍微在荧幕上面再退后一步啊，你可以仔细看威尼的脸，从他的鼻子的中间啊，你把它画一条线啊，你仔细看他左边的脸颊跟他的右边的脸颊。所以他当时呢，这个医学博士这个医生呢，他不相信只看到外表，所以他当时呢，他有这个皮肤的这个显微镜啊 ，dermatoscope， 所以他当时就拍下威尼脸上的这张照片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左边的哦，在他使用后的，你看到有那个白白的亮晶晶的那个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在它的右手边的那个还有很多红色的有一些血丝啊，这个张照片呢就是它在它的右手边的这个脸颊没有使用这个精华露所呈现出来的。当我们老化的时候，我们流失这个胶原蛋白的时候，皮肤变薄了，你就可以看到皮肤底层的这个微丝血管啊，所以皮肤一旦变薄了以后呢，就像气球一样没有气了以后呢，皮肤就会塌下去，然后呢脸上就产生很多的皱纹。所以呢，当这个医生看到这张他所拍下来的这个皮肤底层的照片的时候，他非常的震惊，因为当时威尼已经是62岁啊，在62岁的这个年龄不可能在自身会产生胶原蛋白。所以这张照片呢就是证实我们产品有一个再生的这个功能啊。
那我相信这个老化呢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呢，如果你能够好好的有这个福气使用我们美桑洁丝的产品，达到一段的时间，起码3到6个月啊，你能够看到啊，你的因为啊你的 DNA 啊修复了，因为你的皮肤底层能够有一个再生的这个胶原蛋白的这个功能哦，你就会像下面一组的这个照片哦，下面一组照片就是我们正常的老化，那上面上面一组的照片呢，就是使用了这个产品以后呢，你在的年龄好、看起来会比你实际上的年龄还要年轻哦，你就50岁看起来像40岁，所以60岁看起来像50岁。我想这个都是大家每一个人的这个梦想，而且不只是外表年轻哦，你的身体、你的体力、你的精神、你的身体各方面的这个机能呢，也让你恢复到年轻哦，比实际上的年龄还要年轻。所以这个就是美桑洁丝很多人使用产品以后的一段时间的一个结果啊。所以首先我现在要介绍我们的内用的啊内服的这个产品呢，在我们公司这个一个非常主打大家非常喜爱的这个产品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佩泉精华哦。这个佩泉精华呢，实际上在我还没有接触美桑洁丝的时候呢，我已经在寻找这个产品寻找了2年，因为我看到这个医学方面的这个报道啊，就2002年啊，有两个啊医生，哈佛医学院的两个医生因为研究了红酒发现了这个白藜芦醇，所以我们的这个佩泉精华里面的最主要的这个组方呢，就是佩泉精华，而且它有一个搭配啊6种高抗氧化的这个水果啊，就好像蓝莓、巴西紫莓、甜樱桃、芦荟啊这个绿茶。因为呢这个复方呢能够促进这个白藜芦醇呢的那个吸收能力更强，而且它有个相辅相成的这个作用。白藜芦醇呢被证实呢最有效的高抗氧化哦，而且它能够帮助我们呢这个细胞能够排毒，它对我们的三高哦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作用。同时呢它在在抑制这个肿瘤啊，这个癌症肿瘤也有一个医学的这个研究的这个报告。所以呢市面上有很多的白藜芦醇，但是呢我们美桑洁丝的白藜芦醇，因为呢它的悬浮式的这个凝露的这个技术哦，它能够达到这个95%的这个吸收率，所以呢它为什么带给很多朋友啊他们健康上面的这个很大的这个福音。那在美桑洁丝呢，我们都是一个做到一个全面性的这个细胞修复的这个修复哦，所以呢在今天呢在美桑洁丝，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啊都非常的幸运，能够在今天就享受到未来的这个科学哦，因为洁丝的产品是超前市场5到10年，所以既然它有这么好的一个产品哦，那第二个就带给我们第二个成功的这个关键哦，所以呢有这么好的一个产品，绝对它有一个很大的商机，有很大的这个市场。所以呢接着下来我就要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个商机平台。那首先讲到我们这个商机平台哦，我一定要提到我们这一位的我们的系统创办人哦，他非常的伟大。他过去呢他拥有20多年这个电子商务这个生意的这个领域的这个经验哦，所以呢他在短短的这个几年的时间，他能够拓展他的生意达到80多个国家，所以他创下这个业绩的这个记录哦。同时呢他非常有爱心哦，他著作了一本让梦想飞翔这本书哦，而且他带给我们的系统呢，他的提倡呢就是一个爱感恩跟这个奉献的这个文化哦，他希望透过他这个让梦想飞翔的这个畅销的这个励志书呢，能鼓励到很多的人在寻找他们的梦想，在激发他们有这个勇气哦，在重新再去为他们的梦想而打拼，而且对未来有更大的这个信心跟勇气。所以呢当我们讲到人生的这个事业呢，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办法成功呢？那就是因为呢很多人都是用一种摸索的这个方式，但是呢如果你有一个系统
能够帮助你成功，它将是我们人生这个事业的这一个导航仪哦。大家都知道这个导航仪 GPS 哦，我本身是一个路痴哦，我开车是永远认不得路。但是呢，现在我们都非常的幸运，我们开车呢都有这个 GPS， 所以你只要把你要知道你去什么目的地，你只要把你的地址输入进去，它就有带领你哦，就不需要。只要少走一些弯路，可以很快达到你的目的地。当我们事业的人生，如果我们也有这个导航仪，我相信每一个人就不需要靠自己的摸索哦。你因为这个导航仪呢，到底带给你什么？你想要成功，你想要知道这个美商杰斯这个如何一个拓展一个全球的这个交互式的这个网购生意呢？它带给你的是。很多的这个最新的这个信息，而且呢，透过这个系统呢，它提供给你工具哦，有我们的这个工具，所以像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影片当中所看到的，我们全球都有很多的这个系统的这个会议，同时呢，我们也有我们系统创办人 Kim 会所提供给我们的这个金宝盒，它有很多的这个系统的培训哦，就是提供给我们这个拓展我们生意的这个工具哦，再加上它提供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培训方面的这个知识哦。所以呢，而且在他的能量之下哦，他的正面的能量呢，他将带领我们走向成功。我们如果要取得一个成功的人生呢，实际上必须要有一个正面的这个能量哦，所以负面的人永远没有办法成功的。所以呢，在美商杰斯呢，实际上呢，要有这个成功呢，必须要有这个。前所未有的这个完美组合，所以呢，在美商杰斯呢，它带给我们，它具备这个三种这个成功的这个完美组合呢，它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生物科技的这个划时代的这个产品，同时呢，它是属于一个革命性的这个商业趋势，同时呢，由 Kim 会提供给我们他20年经验的这个完善的这个创富系统啊，所以呢，只要你好好的努力，你将能够在美商杰斯取到你所想要的这个你人生的目标。在大家都知道的美国有一个非常知名的这个时代杂志哦，它也曾经有一篇的报道也是提到你要成功必须要有这个具备这个三个这个非常完美的这个组合。那我如何能够开始这个美商杰斯的这个商业平台呢？非常的简单哦，所以你要启赋你的这个成功啊，你必须要有具备这个成功的这个钥匙哦。那这个第一步呢，就是你加盟这个网店，然后第二步呢，你就选择你最佳的这个套装。那加盟这个网店呢，有什么好处？当你加盟你的网店呢，你就有这个 www.然后你自己的这个网站的一个网店，而且这个网店呢，因为我们是做一个全球的这个生意，所以它提供给你一个多种语言的这个个人的这个网页，而且呢，同时当你在拓展你这个全球的这个生意的时候呢，你还有网络的一个背后的这个独立的这个网络的办公室而且因为我们是一个美商的公司，所以当你在拓展这个生意的时候呢，公司提供给你一个电子钱包，而且全球都是赚取美金，所以我有许多来自于亚洲的朋友啊，他们都非常的开心哦。为什么？因为呢，你不需要到美国，你通过美商杰斯呢，你就可以赚取到美金的收入啊。同时呢，他也提供给你，因为有这个网店，所以呢，他还有一个网络的这个购物车，所以呢，这区区的一点点的加盟的这个会员费啊。就是差不多29.95的这个美金的加盟啊，公司提供给你这么多能够让你拓展你生意的这么多的这个工具。那第二步呢，就是选择一个套装。首先呢，你想要拓展美商杰斯的这个生意呢，你要成为他的产品的使用者。因为呢，美商杰斯这个生意是一个分享的生意哦，他不透过这个传统的这个零售跟这个批发哦，他希望每一个消费者爱用他的产品的使用者，能够帮他去推广这个生意，能够去跟他所认识的周遭的朋友去分享这个生意。所以呢，你今天进来呢，你可以。
以做一个两个选择，哦，你可以成为他的消费者，然后他有一个体验的这个套装，哦，那你想成为他的经营者呢，他有这个商务的这个套装，所以这个完全是你自己的个人的选择。那如果你今天对这个赚钱，哦，在美商杰斯呢对赚钱这一块商机这一块感兴趣呢，他带给我们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商机，它有多种多类的这个赚钱的这个机会啊，它都能够让每一个朋友呢，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可以在美商杰斯有多种的这个收入的这个来源。所以呢，这个跟传统的生意很不一样啊。我们上班做传统的生意，我们只有一个方法赚钱哦，就是你有做就有，你有上班你就有钱赚。但是在美商杰斯呢，它提供给你五种的这个收入哦。那今天如果你有这个网店，你可以朋友可以透过你的网店哦，在你的网店上面去消费，所以你就可以赚取到第一个的我们的这个消费的这个收入哦，这个就是零售跟批发的35%的这个差价哦。那如果你今天呢，实际上这个就像传统一样的这个买低哦，卖高的这个一个收入呢，但是呢，我们加入美商杰斯不是为了这个像传统一样的赚取这个零售跟批发的这个利润哦，因为它没有办法让你达到一个财富的自由。所以呢，我从加入到今天，还有我们很多成功的领袖都没有在这个零售这一块赚到一毛钱哦，他们是透过一个推广的方式，因为你加入了这个会员呢。少少的区区的一点点的这个加盟费啊，你就有能够能够节省35%的，你不需要利用这个零售的价格，你就可以买到一个会员价，你就可以体验美商杰斯的这个产品啊，同时你有一个可以经营这个生意可以赚钱的一个平台。所以通过你的推广呢，公司将会给你一个推广的奖金，因为呢你的朋友并不是透过广告，也不是到商店里面去购买的这个产品，是因为推广受到你的推广呢而使用到美商杰斯的产品，所以公司会好好的来奖励你。所以呢，这个推广奖金呢，我们有机会赚到$25到$500的这个推广奖金。所以也就是因为你的推广呢，所以你这个市场就开始有很多人在使用这个产品，所以呢，这样子呢，你就会达到一个市场的这个收入因为我们每一个产品呢，你不但赚到一个推广奖金，你还赚到每一个人他购买产品的这个积分我相信这个积分的概念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信用卡或者是你出国你坐飞机的时候呢，航空公司都会给你累积这个里程数所以在美商杰斯你的消费每一个消费都有这个积分，但是呢，透过你所介绍出去的朋友，推广出去的朋友，他们使用产品以后呢，他们在分享他们产品的这个他们受益的地方的时候呢，他们拓展出去的所有的人在这个超过100多个国家的这个消费的这个积分都能够跟你有关系，都会累积到你的电脑，都累积到你的组织里面。所以呢，你今天不但只是并不是只有自己消费能够累积积分，是别人的消费呢，你可以赚到全球超过100多个国家的这个积分，而且这个积分呢是全球连线的OK， 它可以无限的延伸透过这个消费的这个组织呢，延伸到世界各地呢，你都可以累积到所有的积分。所以这个市场的收入就是用一个积分的返利用这个积分来换取你的收入，然后最高的这个收入呢，一个星期你有机会赚到26,250块钱，所以呢，四周一个月内呢，你有机会赚过$105,000，所以光是靠这个市场这个积分的返利呢，你就有机会成为美金的百万的收入所以也就是因为当你
大力的去做这个推广到世界各地的时候，再透过你的朋友他们再去分享的时候呢，所以总是有人啊想要把它很认真的想要把它当生意来做。所以呢，当你有这个全球的很多朋友在加盟成为你的啊加盟伙伴的时候呢，他们想要做这个生意呢，你要教他们啊，你要教他们如何进入系统啊，如何利用这个系统的这个知识啊，这个信息，还有这个系统的活动，这个系统的工具，什么叫工具，什么叫系统。你只要把你全球的这个啊对生意感兴趣的你的这个加盟的朋友呢，你只要教会他们做这个生意呢，公司将会奖励给你这个网店管理的这个奖金。所以呢，这个生意呢，你每一分的努力在杰斯里面哦，公司都会奖励你。而且这个网店管理的这个收入呢，你找到一个能力非常棒的这个伙伴呢，他将会有机会让你早一点退休哦。因为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身边都有一些朋友，他们的能力比我们能力更强的。所以呢，你可以透过别人的他的这个工作效率哦，因为你把这个生意教会他了以后呢，他自己本身有一个很大的梦想，他非常的努力，他很想要成功。你可能透过一个朋友，你可以赚取到一个非常非常丰厚的这个网店管理奖金，而且你推荐了我，你有机会哦，可以赚到我所推荐出去的网店一共达到七个这个代数的这个奖金。所以呢，做这个生意不要担心自己的能力哦，你只要找到能够比你能力更强的成为你的合作伙伴呢，你将会在美商杰斯很快的成功。所以在美商杰斯呢，我们有机会赚到全球陌生人的钱。那我相信呢，我们陌生人应该比我们所认识的人还要多吧。所以呢，非常的棒哦。那当你达到我们公司的最高的级别，就是我们的钻石跟双钻以上的级别呢，你可以参与我们公司的这个全球营业额这个 CV 的3%的这个收红哦，分红。那我们一年呢，一共分红4次哦，每一个季每3个月分红1次。也就是说，当你达到这个钻石以上的这个级别，你就成为这个公司的这个股东哦。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有这个机会哦，因为商机平台都是一样平等的。我们现在呢，在美商杰斯已经超过30个朋友达到这个级别哦，从钻石以上的这个级别。所以呢，大家好好的努力，我相信我们有一天也能够达到这个级别哦。所以呢，在美商杰斯呢，我看到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它有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哦，它有一个非常人性化、非常丰厚的一个奖金制度，让你有机会赚到全球透过这个互联网哦，透过我们现在我们所使用的我们的社交的这个网站，可以快速迅速的把你的生意拓展到全球。所以呢，这个机会是非常千载难逢。所以呢，大家看到哦，现在我们的这个卓越的这个系统啊，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图案、这些照片呢，都是在我们过去全球的系统的这个活动啊。我们有全球很多的朋友啊，每一个星期啊，都有在世界各地啊，都有我们系统的活动。只要你把人带到这个系统里面去运作啊，利用这个系统的这个工具，你将能够很快的达到你的成功啊，实现你的人生的梦想。当然，你要加上你的努力，加上你必须要有所行动啊。再好的这个商机呢，当你有你的梦想，你必须付诸于行动哦，不然你没有行动的话，这个只是在做一个白日梦。所以呢，我希望在荧幕上面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是新的朋友，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这个事业说明会，你可以去询问啊，邀请你来看我们这个事业说明会的这个朋友啊，那你这个我如何加入美商杰斯啊，如何在这个平台里面实现每一个人的这个人生的梦想。我祝贺，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成功啊！我希望
我们能够得到我们的财富的自由，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家人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帮助到我们的子女有一个更好的升学机会，我们也能够帮助到我们的辛辛苦苦养育我们的父母亲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我觉得很多人他们想爱我们的家人，但是爱也是一种能力，所以呢，首先你要得到你的财富的自由，但是呢，在杰斯因为他的系统带给你的这个永续的这个收入哦，它将会能够让你既得到你的财富呢，又能够得到这个时间上的自由。我相信这个是每个人都所向往的。所以呢，我今天的这个事业说明会呢，已经到此结束啊，非常感谢啊，这个我们电脑前面的所收看我们的这个说明会的朋友。那我们每一个星期呢，同样的时间都有这个事业说明会，希望你能够邀约更多的朋友这个就是你系统提供给你的拓展你生意的非常好的一个工具。所以呢在我们美国跟北美的朋友们我们大家晚安那在亚洲的朋友呢，祝贺你们有一个非常愉快的这个下午的这个时光我们再见。